港姐女神陈意德自细就是林峰的狂热 fans， 曾经搞笑自称做林太，而家族荣耀之继承者，而家就热播紧。日前佢就好好彩访问到偶像林峰、佘诗曼同埋罗子日，仲喺社交网度大爆一事，话林峰迁就咗佘诗曼十几年添。事完访问之前，林峰就率先到达现场。林峰见到两个位就话啦：阿佘左边面留呢个位俾佢啦，我坐右边。陈以德对林峰呢个举动感到好惊讶，仲大赞佢好贴心添。而林峰只系平淡咁回应：拍咗六七套啦，点会唔记得啊？直到齐人开始访问嗰阵时，陈以德就将呢件事话俾佘诗曼知。阿佘就话：系啊，佢系拍剧都成日让我，仲要让我成套剧之后先同我讲。原来佢都系左边面，佢让咗我六七套剧啦。在场所有人对佘诗曼嘅回应震惊咗两秒。对于点解咁痛锡佘诗曼，最后林峰就补咗一句：女仔呢啲系重要啲嘅。哇，林峰你咁贴心兼有风度，难怪林太陈以德会对佢咁痴迷啦。